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，躺了几个小时，数了好多羊，还是睡不着。明天还要上班，身体好累哦，但是大脑活跃的不行。到底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Tech Taylor 科技说，你的科技变迁。我是在新的一年换了新发型的主播 Efra。失眠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以前失眠隔天还能精神奕奕，现在岁月不饶人，随着年纪渐长，失眠后第二天的精神状态都好差，除了影响心情跟美貌，也感觉比较容易生病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认真做了功课研究，到底为什么会失眠，还有该怎么做才能睡得更好。你也有在床上躺很久才能睡着的困扰吗？一起来看看我研究出什么助眠方法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要提醒大家两件事。第一是，如果你失眠症状已经持续很久的话，还是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建议。第二就是别忘了订阅 Tech Taylor 科技说，你的支持是我们的创作动力来源哦。会造成失眠难入睡的原因有很多，最常听到的就是压力。比如我如果心中有烦恼的工作问题，或是隔天要干大事，像是大考、上台报告，或是要出远门，前一天晚上都会反复在脑海中练习预言，导致大脑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而失眠。这种短期的失眠通常是等事情告一个段落后就会解决，可以慢慢调回正常的睡眠时间。第二种就是受到疾病药物的影响睡不好，像是部分的气管扩张剂、甲状腺药物或是自律神经失调，都会让交感神经在该睡觉的时候仍处于亢奋状态，很难放松。这种情况就得跟医生配合讨论是否要调整药物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，很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，忙到没时间出去晒个太阳，好不容易挤出空档休息，脑袋也闲不下来，那你有可能是第三种常见失眠类型，就是你的生理时钟被打乱了。那面对这种身体搞不清楚日夜，无时无刻都处在待机状态导致的失眠困扰，除了可以透过运动还有晒太阳来改善外呢，也可以试着打造睡觉的仪式感，透过放松的氛围来告诉身体该关机睡觉了。每个人的助眠仪式都会有些不同，有人只要洗个热水澡，趁着身体暖和的时候躺进被窝，就能快速进入梦乡；有些人则是会要在睡前关掉房间的灯，开启夜间模式滑手机，在昏黄的灯光下眼皮就会不知不觉闭上。但对我来说，睡前听白噪音就有一定的助眠效果。那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，白噪音其实就是保持一定频率的声音，像是重复播放的海浪声、雨声，甚至是电风扇固定运转的声音，也是一种白噪音。这种有规律的声音可以让大脑在接收到突如其来的声音干扰时，自动产生遮蔽声音的效果。举例来说，当窗外突然传出车声时，在播放白噪音的情况下，可以抵消掉一定程度的声音，让车声不会太突出，起到帮助睡眠的作用。不过白噪音也并非万灵丹，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有用，只是因为我对于声音比较敏感，在这种固定而且稳定播放的声音中，能让我在准备睡觉的时候更加放松，有安定情绪的效果。也因为我跟家人同住，如果直接用喇叭放出音乐，声音可能会穿透薄薄的墙壁，打扰到其他人休息。最近收到 Snorkel Sleep A10 的睡眠耳机，以下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。那身为一个失眠大户，保持睡眠环境的一致性是能帮助安眠的因素之一。举凡床的高度、枕头软硬度、温度，还有床旁边有没有障碍物等等。在耳朵中多塞一个睡眠耳机，会不会因为翻身挤压而不舒服呢？Sleep A10 的体积小巧精致，重量也很轻，耳塞相当柔软，调整好佩戴角度，翻身试试看。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明显异物感。找到一个能舒服入睡的姿势后，拿起手机，在 Snorkel App 的音乐库中选择喜欢的白噪音。如果希望音乐能在睡着后自动停掉，也可以预设定时器，让声音在播放到一定的时间后自动暂停，然后就可以躺平，在音乐的陪伴下慢慢调整呼吸，渐渐进入梦乡。睡着后免不了会有几个翻身，耳翼设计让耳机可以稳固地卡在耳廓中，加上耳机本体小，即便侧睡耳机也不会压到耳骨，让人睡到一半痛醒。
睡眠耳机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遮噪效果，就算只是单纯戴上但不听音乐，也能当戴起来很舒服的耳塞使用。如果担心得来不易的安眠会在深夜被突如其来的噪音打断，也能在睡前加开智能音量调节功能，让耳机在你熟睡时担任你的守卫，自动侦察外界的音量变化。当窗外有车经过或是同住的家人发出比较大的声音时，会适当调高耳中的音乐音量，来遮蔽噪音，守护你的睡眠品质。当阳光从窗外洒进卧室，原本做好心理准备，可能要在起床后找不知道掉在哪里的耳机，没想到经过一夜，耳机还能稳稳卡在耳朵上。同时在睡前设定好的闹钟会从耳机中轻轻响起，透过逐渐加大音量帮助你从睡眠中清醒过来，轻点两下耳机关掉闹钟就能准备迎接新的一天。太舒服不小心贪睡了吗？不要担心， Sleep A 10在睡眠模式中的电力有10个小时，足够让你再多睡一下，醒来发现耳边还有音乐可以陪你起床。再睡一下，猫子来了再叫。最后总结我使用 Sleep A 10睡眠耳机的5个心得。第一是佩戴很舒服，如果要说完全感觉不到耳塞的存在就太胡烂了，但至少是我目前测试下来，以我的小耳朵戴起来负担是相对很低的，很轻盈透气的耳机，甚至比传统的海绵耳塞更不会有耳朵被塞住的闷感。在睡觉时无论侧睡翻身都不会压到耳骨或是有松脱感，这点是真的让我很惊讶。第二是隔音遮噪效果， Sleep A 10因为采用比较少见的双层耳塞设计，可以提供很好的被动降噪效果，就算只是戴着不开音乐也能当传统的耳塞使用。配上白噪音后，平常半夜会听到的机车声可以被隔绝60-70%左右，就算隐约听到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明显刺耳，算蛮有感的。第三是续航力， Sleep A 10虽然小小一颗，但在开启睡眠模式后可以提供10小时的续航力。虽然电力会因为每个人的使用状况还有播放音量会有些微差异，但至少设8-9个小时的闹钟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。第四， Sleep A 10有睡眠监测功能，耳机会自动判断你的睡眠状态，侦测你的睡眠周期变化，还能生成睡眠报告，让你一眼就能看到自己睡眠周期的变化，从源头改善睡眠品质。第五就是 Sleep A 10的 CP 值真的很高，市面上的类似产品大多没办法连上串流平台使用，要听音乐只能听 APP 里面的音乐库声音，但 Sleep A 10只要开启 APP 中的音乐模式，就可以当作一般的蓝牙耳机日常使用，用来听音乐追剧都没有问题。对我这种睡前喜欢看剧滑个手机放松才会觉得一天完整的人来说，真的是一大福音，而且对于睡前喜欢听 podcast 还有睡眠歌单的人来说也很方便。最后也提醒大家，失眠的原因很复杂，像我有时候因为压力睡不着，就需要从事情本身解决才是治本方法，那长期失眠也需要透过医疗手段斟酌是否需要以治疗的方式介入。不过如果你也是睡眠环境吵杂，需要音乐的辅助才能放松入睡，推荐你可以试试看睡眠耳机。那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睡个好觉，精神饱满的迎接每一天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即便侧睡，谢谢。第五就是，我疯了。